如果你画出了你的本性和本心，那么你就是一个成功的画家。笔墨当随时代，我就随着这个时代。当一个职业和爱好联系在一起的，你就是最幸福的。我现在就是最幸福的。下午画了一张，咱就昨天画的、哎，差不多。啊，差不多吧。差不多吧。对吧？对吧？这里，又不影响别人。来，开始摆摊，摆摊，对吧？摆摊。画个小一点，写意一点。哎，好。对。你们大家赶快抓紧画。我的家族呢是一个诗文书画世家，出过很多诗人、文学家、画家。那么从小我是有氛围的。你要是到我南通老家里，我们范家老宅子是明代的，上面挂的大匾叫郡世帝，过去的功名嘛。你看画之前呢，大致的先观察一下，朝这儿也是一个景，朝那边把那个炮楼画下来也是一个景，朝这边也是一个景，但是呢最好要把那个长城画进去。好，开画。我怎么开始学画呢？我的叔叔，亲叔叔是一个很著名的画家，叫范真。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呢，学校不开课，我就到护城河去游泳，每天游完泳就打扑克牌玩。后来我叔叔就范真从北京回来，他说你这样子玩下去，这怎么得了了？他你还是学画画吧。后来就有机会，我就进到一个叫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担任这个绘画的刺绣画稿的设计和描绘。当时呢，很多大画家都来过我这个研究所讲学，吴冠中、黄有玉、朱大年、袁云浦，他们就给我们几个人就这么讲，就拿着画一张，说我这张怎么画的，一会儿又拿一张，这怎么画的。我们那时候呢，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么好的学习气氛，他见到我们有一副渴望学习的这种样子嘛，他们也很高兴。我记得黄永玉先生拿了一个5米长的手绢，毛笔画的，白描的，勾勒的是拙政园。他说我画了一个礼拜。当时我们也很小啊，一张画要画一个礼拜，画一张写生啊。后来才知道前辈画家是怎样坚韧不拔，怎样去深入生活的，这都影响到我们后来的成长。我后来去画凤凰城，那从早上8点钟一直画到下午4点钟啊，日出画到日落啊。都是前辈无形中激励着我们。后来77级恢复高考，我到了南京师范学院，后来改成叫南京师范大学。那么我们这个大学又很了不起，120年的校史，清政府办的首届高等美术教育的学校，那么大师辈出，我们这儿任教的老师和培养出来的学生，涵盖了上一个世纪中国美术的70%的优秀画家，所以呢，也是一首无形的家史。
等会儿把这个三形画出来。它三形我总结的，它是这边这样缓缓坡过去，然后到了那边突然有几个转折。好，挺好的。哎，老师啊。它基本上对的，就像那个书法，那一开始平缓，就是到了上面突然有几个转折。它一个整体。朱先生，来了。先做鲜艳的也是。用鲜艳的，用这个黄色。哎，黄色底。那时候呢，要举办一个叫第六届全国美展，那时候千军万马要过独木桥，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选题。我这个选的是一个支前，支援淮海前线。1984年画的，1985年这样展览和获奖的。他很朴素的描绘中国的农民嘛。构图上我用一种很现代的手法，很干净利落的，像一个推波逐浪的巨浪刮过来的。我画了 有一个大车，有一个黑马，有牛，这些都是从传统中来的。中国的传统艺术啊，自有它的魅力。我们经常讲的中国画，它的题材、它的方法是非常宽阔的，甚至超过了西方的绘画。举个例，你西斯廷的教堂，它有宏大的壁画，它可以画《创世纪》，但是你知道，我们在一纸上可以画整个的长江黄河。千里江山毁于一时。同样，我们还可以关注一草一木，一个知了，一个蝴蝶，一枝花。就是从大自然的细微之处，我们也能表达。传统的它有一定城市化，这个城市化是很高明的，它建立以后你打破它是很难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你怎么用自己的语言来反映这个社会呢？需要画家的才华和创造力。后来我们就到新疆写生，我在新疆的集市上看到赶车的，我就画了一个赶车的人。那个画面上，马有真马大，人有真人大。我去了吐鲁番的葡萄沟，后来我画了一张大画，叫做《阳光下的葡萄架》。我看到这个景象，大概有5米乘2米5吧，5米宽2米5高，上面人都真人的，而且我画的葡萄架，这个透过阳光，人们在幸福的生活。我记得后来美术馆的朋友们就告诉我说，有一群老外就在你的这个阳光下的葡萄架下拉起手来跳舞。我觉得很好，
这就是我的语言，打动了不同肤色、不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激发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人们常说的叫“笔墨当水时代”，我就随了这个时代。我就用我过去学的传统中的美学的理念和观念来指导我今天的创作。这个是大家在抗击新冠病毒的时候，我说我这是读书笔记吧，我画的就是一个照片，很感人，很多医生正在看片子的，正在戴这个防护罩的，甚至这个医护人员，拎着这个盐水瓶，反映了这个时段和这个时期吧，人们抗击新冠病毒同心同德吧。这是医生，我还画了护士，你看啊，这个曾经很精彩的，我在一个报纸上看到一个。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三八的前夕收到的鲜花，就是像照片，我觉得看了以后我就很感动，我就把它画下来了。哎，这是护士抱起了一个2岁的新冠的小患者，他们得到了很好的照料。我觉得这个是很中国特色，你看在方舱里面护士跳起了舞蹈，而且这个护士的防护服上还画了一颗爱心，这个上面都有准确的几月几号，几月几号，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我像一个美术日记嘛。所以说您的事事会就是每天看到什么样的，我就画什么，所见所闻嘛，所以我叫卢氏我闻呢，卢氏我闻。大事小事家事国事天下事，我见到什么我就画什么。我出了6本诗词会的册子，那时候1年1本。我们不仅仅是躲在象牙塔里的画家，我们还是有温度有热情关注人生的画家。这样呢，在我们的创作中，我们就有意无意地记录了这个时代。我呢就喜欢体育，我就画了很多体育题材的作品。当你在你的作品里灌注了时代的精神和你个人的心性的话，所有的人都会打动的。奥委会的主席巴赫先生他说你是第一个来奥林匹克博物馆办展览的中国画家乃至华人画家。就世界上跑得最快的，这是一个天才，天才中国的刘翔，中国的刘翔，中国跑得快的，很多人一看就看懂了，因为他看到我画的就是奥林匹克的运动员，画了他熟悉的东西，但是又不是用油画的手法画的，纯正的中国画的方法。Sur le ballon et en même temps la dynamique。他说是从这幅图上面可以看得出来他表情多么的认真，神情专注的看着那个球，然后身体的各种的那种比较对姿态还有那种爆发力都被您表现出来。Ça c'est vraiment force et beauté。他说这真的就是那个力与美。
But not least, Mr. Fan Yang, the postdoctoral tutor at the 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Painting. Thank you. This way, you can put them together. We不仅有中华的武功功夫，我们还有中国的艺术。我们的艺术不仅仅是在春节的时候舞狮子、舞龙灯，我们还有高尚的、纯精神层面的艺术作品。像，日本的东京奥运会，我画了70件作品。北京的冬奥会，我也画了70件。我画了武大靖最后冲线的时刻，这是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我画的苏翊鸣嘛，苏翊鸣我画的他这是夺金的时刻。我还画了谷爱凌，凌空一跃嘛。你不光写好看不行，画面还好，包括颜色，包括墨色。现在的青年学子应该说比我们的视野更开阔，但是，我们更用功。3日1石，5日1塑，我们古人讲的3天画个石头，5天画一个塑，它这样深入的表现，比我们更年轻的人，他们有着更加宽阔的舞台，这里面就需要选择，选对了，你走稳了，你就行稳致远。看到我的山水画，他觉得有感而发，他就为我的山水画写了2首诗，我就把他的诗呢抄下来了，送还给他，这就是文字交往。过去文人也是这么的交往啊，活动啊，我画画他写诗，我又把这个诗用书法写出来了，现在就送给你。谢谢。丹青不老金久病，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丹青不知老之将至，富且贵，如我与浮云嘛。但是他说这丹青不老，说等于我现在踏遍青山到处去写生，你就感觉到我的心态也很年轻，甚至我的身体状态也很年轻，是对我的一个生活的写照吧。